相亲相到爸爸秘书。啊，你今天请假了是吗？啊，对，我今天请假来相亲的。啊，不是，为了相亲才请的假。这是我人生大事儿啊，你当时要请假了。主要就介绍那人没给我发过照，没给我发你照片，我不知道我是你。他也没给我发照片，他给我发了，我不请假了。是啊，你请假，请假一天，然后一天钱还没挣着。 是啊，亲也白相。我要知道早知你我也不来了。你什么话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你我爸秘书嘛，咱俩就关系。那工作是工作，生活是生活嘛。那也不太合适。你这不想太多了。这事儿回头我爸知道，他腿不就打折了？不是，兔子不吃窝边草。挑战心动，地下恋。 快跑！那我明天，那我哎，有点热。没事，穿挺性感。是吗？今天是。那我还是穿着点吧。啊，对对，你穿着点。我挺热的。你怎么怎么没凉呢？没事，不用。那我撤了，那就咱俩。 我今天都请假了，没有工资了，你要走啊？那行，那我陪你待会儿呗。啊，这都几点了？我请一天假了，我收拾一天呢，在家。也行，待会儿也行。哎，你吃饭呢？我没吃饭呢。咱们吃饭，那咱俩等会儿吃午饭去吧，你请吃吧。你看今天怎么这么腼腆？我俩今天不在是个吃饭，我俩是个喝点吧。不是我腼腆，主要这个地方有点安静，我不敢大声说话。 是吗？嗯，我俩去喝点儿。咱俩啊？嗯。我酒量有点一般的话，我酒量一般，我属于又菜又爱喝。啊，你一般就行，你一般就行。我主要怕你给我灌多了，我有点面子没有。那不能。那走吧。喝点去。行。走。